们第一个游戏呢叫做爱的抱抱。一会儿呢，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呢会贴上不同的数字，根据喊出的数字抱在一起，每个人说一个字来完成这个答题，答对的话就可以得到一分。请各位注意哦， JJ 的身份 X、他可以做一到五的任何一个数字的替换，他得的任何答题的分数都是加入黄队的。哦，漂亮。好，请选择。我拿个三号得了，比较中单。雪琴，我们选一个大数字吧。来来，醒来，醒哥，来，这是你的。哎，这给我这么大一个号，对，感觉我很被动啊。结果只剩一了，显年轻哥。要不先抢？其实抓着JJ哥最好。对，音乐起。哎，你们别乱来啊，放松重点啊。让狼看见了食物。哎，放松重点，抱大腿，放松重一点，拉胳膊就好，放松重点。第一轮数字十，两个五，来个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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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个三，二，一个三，我们吗？三四三四三，可以，十，你几号？我们四，没有七，可以，七，我三，对了，那就拽，那要不对，咱就拽。这个 JJ 根本出不去。不，不要出去，不许出去。我从来没有感觉自己那么被需要过。我相信你也从来没有被三个男的抱这么紧吧？确实，这已经达到一种锁喉的效果，是你们的了，答题了，可以了。哇，衣服都皱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这边哎，这两位默默的两个人，他们从头到尾，因为剩下了之后，然后看也没有人争吵，他们也互相没抱到。哎，你好，特别客气的，你好。而且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落单的，只有哎呀。我是这样的，他俩不是友好，他俩是把我拱出来的，然后这样子，对，十，但我确实没用，我也确实应该。也不能这么说吧，没有用，因为如果把你跟对你确实没什么用。没大用。下次一定。好，现在进行的是你来我往的答题喽。好，那就从俊辉这边开始好不好？不怕，请听题，请说出三个不在场的、没有你帅的男艺人的名字。随便说仨人名就行，我先说也可以说。来，咱们得说让这个也认识。正亮亮亮亮亮，王正亮，可以。你王正亮是哪位啊？王正亮是啥？王正亮啊！我都叫了多少年王正亮？东北人，这口音。锃亮是吧？特别亮，锃光瓦亮。来，文俊辉哥，对不起啊，昨天刚认识啊，对不起啊。徐明，不是。来，老钱，徐明谁？不是，是，说呀，老钱，是徐志，徐谁？徐志，三，徐志胜。对不起哥，昨天刚认识，我现在不想有朋友。你再说这孩子确实实事求是。听到王正亮像在开玩笑，听到徐志胜不像玩笑啊。你们对不起，你们感觉像在说真的。对不起，不关我的事。朋友们，现在紧张刺激了，因为下面要林俊杰开头。哦，我但你帅，没有你帅的男艺人。帅的男艺人没有我帅的，是啊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不客气，对。杜，啊，杜。成，杜成。救救我！易。
阿杜，阿杜。阿杜哥的本名哈。阿杜哥。提到阿杜哥，就是还要把本名拎出来。这我只有百度才知道。对。文俊辉的队友徐明浩的名字都出来了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关我事，不关我事。一定要说徐志胜，因为是第一个的，算给你们加上了哈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不是这样玩的吗？是这样，是这样，是这样吧？对。好，接下来第二组，请说出三个苏醒会在深夜唱《修炼爱情》的原因。哇哦。狠，狠，渴，很渴，忘忘忘忘，忘三个字，对不起。很渴望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渴望爱情，对对。很好听，很记，默。主要是很好听，对。接下来第二轮就严格了。音乐起，我感觉这位应该是个大师，是吗？刚才在靠的。请注意。十五。十五，张磊，真的想什么？来来来，多多益善，过来，全来，过来，全过来，够了，够了，过来，什么呀？十五，怎么不够？不够，够够够，是，对，够够够，十五，够够够，是十五，够够够，是十五。被抛弃了，我觉得太伤人了，弟弟。弟儿太伤人了，不，太伤人，我不去，你去，我才走，你去，不用走，不，不用，你去，你得去，你得去，不用弟儿，你得去。哎，你们俩都别来，我们也够。那我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我，你要不你出来也够。被弟弟安排的明明白白，因为刚才丁能鑫游戏一开始他就老秦老秦快过来快过来，然后发现老秦快过来，他看完了以后好像他也够，你出去你来。被弟弟安排的明明白白，我们队每次都有一个人在外面，是不是人缘混的呀？真的是。好，来了，加油了，下面这题好难呐。请说出三个字的不在场的没有少年感的男艺人。妈呀，没有少年，就是他超过他本身年纪显老的那种。来，准备，预备，开始。王铮亮，王月勋，王救救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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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庆哦。但王月勋有对吧，老秦？啊，嗯，老秦，我跟你说，还疗伤呢，还没缓过来的，别问他。没问他是不是、啊、可以。好，来，下面我要严格一点了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我到我们这就严格。你妈把他伤害的。好，来了，请说出你去演唱会会带的三个字的物品。照相机。不同意。充电宝。两个。湿纸巾。回答正确。OK 音乐起来。不行，我这把我的高低就是什么。我不抛弃你了，我挨着你们这边小数一点。请注意。急。十三，
我也不知道，来来，现在就来嘛，够够够，来够。哎哎，多少啊？哎，二十。哎哎哎，大哥，快！来，我们要去，我们要去。哎，不对，对对对对对。我后面抱，我一个，够够够，一定抱。确定？不知道为什么？确定？算一下，没有任何。够够够够够，先算过吧。够够够够够，够够够够够。13，健健哥，健健哥，你多了，我多了。13嘛，13嘛。没多，他是一了。没多，他没多了。我不懂，你多了。不懂不懂，还能加个一吗？你多了，我算一下，我觉得，我觉得要十，要改一下，十，十二，哎哎哎哎，你们是不是有30了？咱们好好算一下，没错，这样很简单，你们是要张远还是要那个林俊杰？我要苏醒醒了吧，我要苏醒醒了吧。哎，你们可以要张远，把这个给我。得要，我们是12，我们得12。行，他是1到5。哎，不行，1到5。一到五也不行。What？ 我们被抛弃了。六、十、十二。哦，我是四，我不是四，我是3。够的，够的。我们这道题也太难答了吧，待会儿答起来人太多了。哎呦，两位，哎，好巧，你们非常严格，你们来判断行不行，好不好？他们能不能加分，由你们判断，好不好？我们女孩子先来，好不好？三位女生来，请到中间来，请说出三个字的由小酒窝的男艺人。林俊杰。一个。这不知道。三个字，吴，你有吗？我戳一个，完了。我有吗？还有谁？贺峻霖。贺峻霖是吧？贺峻霖有。贺峻霖。也3个字。我偏偏有。你也没有。林志颖。林志颖。林志颖说了林俊杰、林志颖和贺峻霖。贺峻霖回答正确。正确了。好，五位男生请注意，请说出三个字的你觉得很丢脸的瞬间。啊，很丢脸，三个字的来说。没事。摔倒了很丢脸。吃呛了，吃呛了，还行，吃呛了就吃，还呛了啊，知道呛到了，吃呛了。蹦跳卡，哪个字？哪个字？喝，那就喝吧，喝。喝大了，大了。喝大了，好像那个吃呛了跟喝大了是在一个局上面。吃卡了，喝大了，然后丢脸了，摔倒了。OK， 吃卡了是咋吃？吃卡了，喝大了，摔倒了。Oh my god！ 直接问一下这两位，他们是最公正的，这分能不能加？逻辑上来说是可以的，就是他们的生活不太如意，感觉哈。看看是不是？摔倒了，吃呛了，喝大了。我觉得要公平了，给他们通过，可以的。